主料：番茄400克，肉片100克，鸡蛋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、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番茄已经切成适量大小的块，热油锅下肉片翻炒片刻，然后倒入番茄一起烧炒匀，加入少量的水，然后盖盖子烧焖一会，然后加入盐和糖调好味。准备鸡蛋一个打散，加入了油盐葱花等，待肉片和番茄全熟时，淋入备好的鸡蛋液，小火煮至其凝固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煮番茄盐要少放，放得越多番茄会越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